上面成本，然后往上看一下，好，我还要走回去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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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番茄瑞。今天我们回到《魔物猎人世界冰原》，让我们今天有喜德陪我一起玩。嗨嗨，哦，还有一只兔子，对。嗨嗨，啊，只，一只，好，今天就继续没吧。错。我刚刚思考了一下，因为鉴于我的精华还没有剪完，然后万一又有人抖内或订阅的话，我又要再剪一只片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害死自己好了。哎呦，可以哦，所以我今天是一个用录影的方式，很没好的事决啦，定。反正《哎，魔物猎对人》了，我突第一然次都想起是录来，影。他不用破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懒得破一样。哦，这就我不，是那个懒鬼打法。就是直接打。对，我现在骑在他的背上，所以我现在才敢上去玩。他准备要下来。雷阳龙来了，有声音。トリューが活発化しています。探索やフリークエストで行ってみましょうか。我要等你们出来吧。可以啊。好，但是我们现在打一只很丑的捕蝇草。哇，说他捕蝇草，太夸奖他了吗？是，没错，快点，要跑喽。哦，拜拜，你狼。其实有够丑的哎，你近看更丑，暴你鳞说龙。谁？哦，真的，暴鳞龙也长得很丑，但我找到比他更丑的了。真难过。他生嗯，气，刚好抓上去的时候生气，对把啊，它甩。谁开台？没人开台啊！我们今天是录影哦，所以一直要不要来？笔 记是不是该来啦？没有生气了，可以。啊，睡着。哇，有没有人掉了叫我五专啊！心玩我的，我有，哇，我就直接照撞墙了。吧，对对对，可以。这边可以好吗？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可以耶，我很怕不行，吓死我。没有，可以。在各地进行古龙调查。照你那个的话，不要。等一下直接开，让你去认识他，这样最快了。就跟之前一样，直接现场打一投只好那个。了，好，有胆怯，所以这时候可以啊，干，慢一拍。没关系。他没有掉落物哎，上线了。我上线了。嗯。疯子。嗯，没错，你叫对了。不受控。身为一只捕蝇草，你怎么可以如此的嚣张？你在说他可以？你在说他很丑啊？他为什么不能嚣张呢？不行啊！他又可以喷火，然后又有毒，然后好痛！哦，它是我鸟就笼想，种哦，看它鸟种的打起来跟飞龙种差不多。对啊，然后他又长得又丑。我怎么删？哦，他下来找我了。嗯，就位下来了。换句，妈妈，我跟你讲，你到时候看到他，你一定也会觉得他很丑。真的，认真，他比暴鳞龙还要丑。暴鳞龙，我突然觉得暴鳞龙比他可爱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有多丑了？那请问暴鳞龙，你觉得它可爱的点在哪里？放羊至少它长得跟黑瓜很像。我爱黑瓜。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呢？
那你喜欢哪一只？目前吗？你。从世界到冰原所有的其中一只，你最喜欢的一只？喜欢哦。嗯。你是说以长相吗？对，长相你会觉得就是，就算你可能被他打得很惨，但你会觉得好啦，就是他长得觉得就是他长得很可爱之类的。悟空或麒麟吧。悟空吹成气球的时候，我觉得远远看还蛮可爱的。哦，对，悟空很可爱。但是悟空吹成气球，他不是球的时候，我很讨厌他。我觉得他长得很像猴子，长得像猴子。他吹成球才可爱。那如果说就是那如你，所以你不喜欢黑瓜哦？不喜欢啊。我觉得黑瓜长得特别可爱。啊。哇，他就是。哇，他看起来很拱呆的，不行啊，我不行啊。那可以撞吗？可以，哎、欸，等这边，可以耶。经验。想说如果再往右靠一点，好像不行。记得他有一个奇怪的边界。嗯。我告诉你哦，如果你有去跟我们的《魔物猎人日记》，就会知道。什么叫做可以跟居霸台比拟的感觉？什么意思？因为它就是纪录片啊。它有掉一颗。嗯，然后重置了。要真的。生气。因为我的《魔物猎人日记》基本上就是纪录片。很好啊，纪录片不好吗？我觉得就是。就是记录自己的那个啊。对啊，开台也是一种记录，可是因为开台你还有要跟就是观众互动，互动门，对对对，互动门是什么？互动，对，嘿，互动。你还要跟一群捕蝇草互动？你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觉得当大家叫我开台的时候，反而不想开台。就也其实，我觉得很正常。我觉得有时候开台的时候会，你还是会累。你需要一个休息。对。我等你们出来啊！出来的话再叫。好啊，大概还要再抓个几分钟吧。对。我们现在跟一只丑人作战。停在这个美背上，好，就这样。这个是美背，他们都是露背中啊。风啦、啊！他下去了，对他下去了。然后我中毒。然后黑鸟的话，有第二颗哦。他可以抓了，然后你下来可以注意他一个特点。嗯。等他判定结束。你要去哪里？我挖矿。好吧，算了。挖到两颗纯水晶，感觉洗得很傻一点。没有，就是想说就哦，没有什么要讲，算了。就黑暗鸟，它不是有那个耳朵吗？嗯，它只要往后收起来，就代表可以抓。你可以不用记骷髅，不用干嘛的，什么都可以不用管它，你只要看它刷新状态，它的样子一变，往后一收就是可以抓。嗯。
那 OK 就这样。在的话，你们有办法在装备塞上三颗耐罩吗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我去装个水。你有没有耐罩珠三颗？这是个问题啊。有，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你有，好。我去装个水。我有吧？没有吧？对啊，你地血、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可以，你够，你够，你够。看地血珠还差着是这样。不咯，这里番茄在吗？我在呀、啊。我想到你都没有任何回应哦。等一下，你要我回什么？你们刚好叫我吗？哦，好，也是。有内脏，我有三颗，我有五颗。内脏你有三颗？对，我有内脏。你有三颗内脏？对。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？我有三个肾。你够大小啊！那兔子，你把你的头的治愈珠、跟脚的治愈珠，还有你的那个哪里啊？你的腰的地血珠都换成那一张。好。然后，兰姐的话，我要生命大混成啊！枪教，密钥带了的，热饮带了。我讲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用。你的四级猪有什么体力吗？还是没有？看一下哦。体力什么之类的？你点。我在看。有一个 tap 点开来会有一个技能，你把技能点开来后，点下面往上数有一个体力增强，点下去之后就会把这个技能为优先排列。看一下哦，体力体力组一个没了。好，那没事，那我再看一下你的，我看一下。所以体力没有更多的。结石也换，结石你有其他的吗？四级猪的结石，除了一个结石回避之外，有满足感。然后在第三页还是第四页了？结石哦。哦，第五页从上往下数第五个满足感，点开来就有结石可以看。好，满足感，结石回避珠还有一个，然后结石两，结石珠没了。那你把。脚上面的手势攻击换成你的另一个结石回避吗？你刚是说这个？然后你的腰上面的一个结石珠可以先拔掉。拔掉？那要换什么？耐脏。
啊？我有吗？一级猪的那一张。我看一下哦。嗯。那一张啊，好。有几颗？那一张有几颗？看一下，那一张有总共有九颗。那就 OK， 那就只是我在想要怎么塞位置。竹子，竹子都是缺竹子。请告诉我，旁边不是有人在呛？我是听到那个声音。你等一下转过来，你就会看到了。我不要转过去。不行，你终究还是会转过来的。不需要。你知道吗？我调好位置。我跟我的猫是，就是一个人在前面，另外一个人就是在后面，很赞。转掉。好吧，反正你打的这只应该次数不多，你把你的那个叫什么，两个痛击都拔掉。你的脚上面的痛击跟武器的痛击拔掉，变成耐障。嗯嗯，就先这样吧。好了。好，那就先这样。好。直接略过，赶快。快看我，快看我，妈妈！没有，我的视角里面没有你。Look at me！ 彼得，快，我要离开这里。你要离开这里啊？好啊。Now you have to look at me。我还没有进去耶。啊，什么东西还没进去？啊，我直接。喜泽才刚接任务，你要进去什么？我以为你没进要走了。要的话也是可以啊。不行的。我就点那个成员清单，然后按你的名字，然后踢出那个机会。不行的。可以这样做。对啊，只要你是这边的区域长就可以啊。干嘛？你以为房间一开，大家进来就进来，就必须等他自己走吗？对啊。没有啦，可以啊。如果你不喜欢他，你可以把他，你可以扇他一巴掌，然后叫他滚。然后你如果是像我现在同时是任务队长嘛，我也可以区域清单，然后点突破泡芙，然后这样从任务中剔除，他就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太坏了，然后你要再重接一次，没错。哎，很累。反正就这样。刷手游。好爽。嗯。不过，如果是已经开始的任务的话，剔除的话还是会占那个格子哦。像现在是还没开始。真的强。